终于搞定了，别看就这么点把，真的很费时间，整整弄了我两三天。今天就迫不及待的试拼一下整体效果吧，因为之前看设计师设计的图真的很 nice， 拼好之后入眼看着还不错，但是拍摄的时候整得我脑壳晕想吐。你看了这款会动的地板之后什么感受？评论区说说吧。